我们解决了越用越慢、老化卡顿的问题。今天我们在鸿蒙 OS 无惧老化，性能更强悍、更持久。这就是我们万物互联、万物智能时代最强大的操作系统。无论经历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打击，我们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好的产品的这种决心，我们不会改变。今天我们鸿蒙 OS 以及我们搭载鸿蒙 OS 的这种多款产品的上市，就是面向未来来打造更好的用户体验的极致用户体验的这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又一例证。